官商勾结，坑国害民，一千元打白条抢购，一万元每平米出售，如此棚户区改造，如同索马里海盗。昨日牡丹江，今日亚丁湾，千人十月赶出家园，沦为难民，别名千千。我为破家先亡，官身勾结民遭殃，选政地保私囊，百姓管不了，别发生冲突。咱也不打仗。他就发生一发冲突，就是可能他就完了。警察不敢动，咱这个警察他就他不敢动警察。不分明，控告某市建设局同开发商相勾结，打造棚户区改造的幌子，干着活活抢劫的勾当。15年前，市政府开发西渡区，建造几所西南大专院校，使我们失去了土地。村民们利用居住在校园周边的环境开发社区，蓄农经商。经过多年的打拼，不仅反正这儿没有吃的。
白道做后盾，打造棚户改造旗，抢劫民政要严事。天高皇帝远，雪城透心寒，春风雨动命门关，抗议横行能抵御。